卡林托杨紫琼与前法拉利总裁上陶德历经19年的爱情长跑后，今日终于步入婚姻的殿堂，收获各界祝福。日前，杨紫琼透过个人 IG 公开了婚礼当天的照片，与粉丝们分享喜悦。据悉，杨紫琼当天穿的婚纱来自意大利高定品牌，抛弃了传统的华丽白纱，而选择了白色马甲，搭配蕾丝鱼尾长裙，让她看起来非常优雅。最特别的是，马甲上还有着用珠宝拼接而成的人脸造型，独特的风格十分吸睛。事实上，杨紫琼曾多次穿着该品牌的礼服出席公开场合，像是早前她身穿黄色亮片流苏点缀的黑色礼服，现身美国演员工会奖红毯，或是出席棕榈泉国际电影节时，以雕花上衣搭配缎面花苞裙，这些前卫的造型均来自同个品牌。如今，杨紫琼在大婚之日也选择了多次陪伴自己，征战各大红毯的品牌，显得格外有意义呢。